要就勇敢地放手去追，被嘲笑的梦才值得追。就助理兼妹妹啦，是是是是。好，我想问你在剧中啊，这么有洁癖，你在戏外呢，是一个爱干净的人吗？其实老实说，我跟恒生蛮像的。那我可以在你车上吃蛋卷吗？啊，不行不行，你坐公车来啊。我是你妹。天文，就是你在戏里面，就是跟佳佳是没有要生小孩的。目前不生，但我很喜欢小孩。他想生几个？八个。再来问一下汉民，今天中秋节有什么福利要给大家？圆猕猴。在本剧中最爱欺负我的人出现了，林建宇先生。你贵姓？嗨。每个人都欺负。你要干嘛啦？没有啊。问你，你这样子我很难访哎，要不然你来访，你来访。你问我，你问我换位置啊，你问我啦，快点啦。好，要问现场就是来宾唯一的女生 Uni。嗨 ，Uni， 嗨 ，Uni， 尖叫声，尖叫声，尖叫声，尖叫声 ，Uni。我想要问你，就是在戏里戏外都这么受到哥哥姐姐们的照顾啊，是什么样的心情？我觉得非常的重感哥哥。没有照顾你，没有啊。你可能是唯一没有的。好，算了，他们都太爱吐槽我，我们不如就赶快开始今天的游戏，好不好？才值得追。